人气餐厅又少一间了，这是位在高雄左营一间知名的火锅店，以店内的巨型佛头造型最为出名，散发出大佛陪您吃火锅的神秘氛围。现在传出啊，即将在这个月的5号结束营业。尽管业者不愿意透露停业的细节，不过根据了解，疑似是租约到期之后，业者跟地主洽谈续约，但是没有取得共识，才会忍痛吹熄灯号。走进店内，巨型佛头映入眼帘，让人目不转睛。一旁水池造景，加上莲花灯摆设，气氛庄严肃穆。但这可不是佛堂，而是火锅餐厅。但现在传出店家即将歇业，还蛮可惜的，下次就吃不到了，就很 shock 啊，因为第一次来吃，还蛮可惜的，还没办法吃到其他的口味。直呼真的太可惜，顾客也很讶异。这间位在高雄左营区的知名火锅店，8年前开幕，业者承租土地并斥资上亿元打造装潢，店内以日式锅物为主打，拥有一群死忠粉丝。但最近租约到期，业者跟地主洽谈续约，没取得共识，这才忍痛吹熄灯号。网络社团也证实，火锅店将营业到这个月5号。目前店内10多名员工，业者将依法资遣。至于有关地租部分，根据中介透露，这几年随着北高雄发展，当地租金确实节节高涨。这也许是地主没有意思要续约了，所以把租金开高。就以前的单价换算这个地坪的话，大概租金20到25是合理的。目前的话，大概30到35是合理。尽管火锅店业者不愿透露停业原因细节。但消息一出，令人震惊之余，在巨型佛头旁享用美食的体验，恐怕也成了绝响。记者高雄纵报道。